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霹雳神州 Online 啊？没有错，霹雳当年所带来感动，现在又要回归了。由智乐堂所推出的刀龙传说 Online， 这次呢又要跟霹雳国际多媒体跨界合作，丰富的游戏内容不用说，而且呢还请来超多的霹雳明星的哦，赶快一起来看看吧 ，Go！由智乐堂所推出的《刀龙传说 Online》是继《霹雳神州 Online》之后，再度与霹雳国际多媒体跨集团合作的最新巨作，结合了霹雳布袋戏中的世界观与丰富剧情，以《霹雳正传》与三部曲的剧情当作游戏的背景，并加以 3D 美术化，玩家们将可操作主题英雄，像是御刀绝、刀无极、金戈森、素还真等热门角色，让玩家能够勾起霹雳的感动回忆。除此之外，刀龙传说 Online 游戏中也解放了对职业的限制，玩家能自由选择搭配各式武器与专属技能，用最流畅优化的技术畅游更丰富的霹雳世界。现在智乐堂也与 MyCar 游戏库联合举办人气招募活动，有兴趣的玩家们一同来支持台湾本土文化作品吧。